喜欢的习惯。他也不一定想梳啊，就是弄一下头，就是这样梳，随便抓一下，在那边展示一下你头发，哎，最后再梳一下你的长头发，怎么？嗯，全部把它梳到一边了，全部梳到侧面，嗯。对。比较硬，梳不下来，梳不早起来。轻轻点啊、哦！就这样梳一下就可以了。不想下岗，要不我画一张照片好吧？天哪，这就是我的头发，这是吗？哎呀，我看着这个发型，我人都吓晕。不能够摸，我连人都不敢去见了一样。不是耳机平行吗？你觉得发现好像剪到耳机上面去了。耳机是什么意思？刚才你是说把头发弄的什么？别在耳机上。耳机是什么？我们是说耳朵后面。你说的耳机，我就搞不懂。2个月头发能长起来吗？嗯，2个月，1个多月就长出来了。2个月，今天剃了，明天就长出来了。发妆，发妆长出来，但是我想长它有一个1-2厘米的话。1-2厘米。你这样剪了以后，它不是直着直着的吗？不会啊，你看我的这，就要算1个月嘛，它也是。怎么想？就过去做就行。等一下。